哎哈喽大家好啊，这里是小智，欢迎收看咱们今天这个实况娱乐节目视频啊。今天呢我们是依旧来做这个武林群侠传啊，今天也是这个啊武林群侠传系列的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期了，是这个大结局第17期啊。那好，那么咱们呢就开始咱今天这个游戏啊。啊刚才呢这个我也是在这调试这个录音设备的时候啊，就一直在这听这个赌场的音乐啊。这个赌场音乐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这个背景音乐啊。啊就这个。啊他们有个姨，哎呀熬的啊，什么姨啊，这个是。啊，很有意思啊，是吧？还是二大爷的啊，也是吧？那么咱今天呢，说在就这个就是这个八月初八啊，就没什么事了啊，咱就可以睡觉。但是呢，也可以去参加一下那个地下钱庄啊，不是地下这个竞技场啊，我可以参加个地下竞技场打个，今天应该是团队赛啊，咱们群殴啊，也估计也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啊，其实我也是想这个多弄点东西充实充实今天啊，我怕要不今天这个内容实在是做不够了啊。好，我们存个档啊，睡觉。不用多，我们睡两个时辰就行了，睡到这个未时啊，参加这个团队大战啊，就是这个群批啊，是吧？这个我们也是一个有队伍的人啊，有队伍的人啊，根本不虚他们。哎，好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对面的队伍，哎呀，这对面这个队伍这个阵容啊，怎么还有这个傅剑寒也参加了吗？啊，而且和这边这是什么二流子，这个一伙啊对付我们啊，他们是几个人？哎呦，他们六个人，哎，我们也六个人，啊，都是有队伍的人，看来啊，哎，我这个状态不满啊，我休息休息，啊，这次呢我也是长脑子了，开了这个2.0啊，这样就给我操作了，啊，现在算是。好，这是我修满了，这时候我想还是整整暗器吧，好歹是打全屏的，人多的时候就得拿那个东西扫啊。哦，这有个人给他揍我啊，这个是，这不是吃喝嫖赌里面的嫖吗？他们这是全明星阵容啊，全明星阵容。啊，现在看着他打两下啊，他不动啊，这个人不动，他打两下，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接着扔吧。啊，我看还有什么玩意儿可以整一整啊。我们接着要不练练我们这个刀法吧啊。咱现在也不用我控制他们了，非常的酸爽啊。咱弄完这个事呢，也是正好要去这个找这个刀剑门啊，给他们合并。哇哇哇！我这个人的这个招数，这个，我去啊！这个人的这个招数动画特效不光屌，这个音效也很屌啊！这个人一看是大神啊！啊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！哎，我们先欠我们的这个好友傅剑寒吧，让你上对面去啊！笑死你！真的，我还想再看看这个人发招。我咋看不了？这个音效啊，都不该他的回合了，他还在那响。这是占用别人的音效啊！这个高手啊！你看见我这一看，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，都变色了啊！一看就是高手啊，不好惹。哎，傅剑寒呢？傅剑寒，你要被削死了吗？好，你需要这个货。这简直就是耽误时间，而且还带自己不效果。我说大和尚会被毒死，大和尚明显打不过他啊！哎，这个绝对是高手啊，能把我们这个大和尚给打死。哎，好了，咱练的差不多了啊，这个我还清平吧啊，不浪费时间了。走吧。有你！哎呀，这人发现我狠了！我！这个人的这个招数真是相当猛啊！啊，
太会手游克了，打两下。你看队伍啊，就剩下这个高手没死了，就确实厉害。哇，这个剑法也是练到80最后一重啊，带这个完全特效啊，带着雷电啊，比较猛啊，这招数现在都挺猛的了。好啊，那咱们呢又没事了啊，这个只能回去睡觉了。其实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，但也没必要啊，咱这个还是睡觉吧，要不还得这个出去，咱反正弄完了以后再去其他的这个门派去拜访他们，没什么大事。我们这休息到第二天行了。之前是忙碌了好久了，今天呢就是这个特意的这个使劲的睡一睡啊，我们从这儿两个半，现在终于可以不停的多睡觉了，以前都落不着睡了，但是把这个体力啊什么都补补。话说我们是队伍来这么多人一块睡觉吗？几个男的，两个男的，我和大师兄，还有一个逍遥啊，外加一个死秃驴，然后加两个妹子，这明显不够啊！这个死秃驴可以把他推出去啊，这个没他什么事啊。逍遥也推出去吧啊！大师兄就我和大师兄算了。逍遥这个乞丐啊，不是不上档次啊，不行，不能带他啊！来吧，好啊，这个准备发生剧情了啊！无忌啊，他就说：“大哥啊，阿尼弟啊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啊？我带你回少林啊，你这个货啊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是啊，都是我的错啊，从小到大你就样样比我行啊。”又是个这样的这个剧情，这不跟那个什么荆棘和大师兄似的啊？说你看出了家当和尚啊，你的佛缘都比他高啊。他俩又打起来了啊，这是没咱的事了啊。这行了，我已经判定了，这场战斗是这个和尚赢了，那就这个，我站着这个，两行都站着，就是这个穿着这个穿，都穿着这个袈裟啊袈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俩的属性是一模一样的啊，谁先出手谁赢。哪一个？他俩是吧？就是你一下我一下的啊。他先出手了，就是他赢啊！他先出手就他赢。那好，他输了，输在走位不慎啊！我走位不慎。好啊，这样少林的事呢，我们也解决了，我们可以这个组织了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就要去这个少林寺就行了，把经书都还给他们。话说还有本易筋经在我身上呢啊，那个就不还了啊，那个我们自己留着练啊。这时候完成少林的事，咱就可以这个其他的小门派啊都挨个的这个去逛上一逛了啊，把他们这些就是这些小门派啊都给拉拢到这个武林大会里。这家伙还在这儿，他为什么老对着这个树啊？这也没给我什么好东西啊，这光是口头上谢谢啊，居然不送我点这个高级货啊，高级的心法呀。这才是方丈啊。他说没错啊，没错，你怎么会找着了啊？我可是千辛万苦啊弄来的啊。说他用假的书掉包了啊。我说西域来了没好东西啊！这时候他也答应参加这个武林大会了啊！他说善了个灾了啊！我们走。
啊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去是一是可以去找这小门派啊，把他们就给拉拢过来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去找这个是这个凌云窟啊，去这个帮他们悟这个刀剑合并啊，刀剑合并。那、啊、我们先去找那个什么小门派吧，找那小门派啊，说不定还能碰上咱这这个二师兄了啊。啊，现在就可以其实随意溜达溜达了啊。其实我是又不知道往哪走了，所以说我就说随意溜达溜达。这是哪儿？啊，感觉这个地方好像是悲剧啊！这个地方好像是好看，但进不去。据猜测是好像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以前这个没完成的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《武林全传》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完成品啊。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个未完成品。哎呦，过了一天，可能就是以前这个地方有什么剧情啊？那给堵死了啊？可能是啊。哎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。兰亭的地方，走，我们进去找找他。哎，果然是啊。哎，这个地方可以进去了。呀，不让进了。哎，我说，哎，最近忙着召开武林大会的事啊，所以四处跑跑啊。他说啊，说到工商大计啊，可是大家心里面在想的还不就是想当武林盟主啊，号令天下群雄这种事啊，他们明儿是不会做的啊。这我说这居然被你看穿了啊，我们的目的都被你看穿了啊。他给我瓶药酒啊，我喝了他啊，我这个浑身发热啊，浑身发热啊，浑身发热也没办法啊，这个人家比较忙，关键是那个小屋他进不去了啊。想样的啊，我还指望了在那个小屋里发生点什么 AVI 的是吧？啊，比如说这个斗地主 AVI 是吧？哎，两个人斗不起来啊！把那个黄娟叫来啊！我们要大战三百回合斗地主。好，我们接着瞎溜达啊，瞎溜达。存下档。啊，这是这个铸剑山庄，啊、来了。我、哦、看这个弄得很像样，插了一把一把的剑。啊，这玩意儿是四个彪形大汉啊！啊，高比例，高比例。啊，我们进来，哎呀，发现荆棘在这儿啊！他说：“快点把剑拿出来吧！”啊，他说：“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啊！”啊，他说：“啊，别给你脸不要脸啊，用你的剑是你的光荣。”荆棘亲自上了，这个家伙逼了两把剑，哇，这这个招数很猛的样子啊，一种天外飞仙的感觉。发现他们这招数好看，打的血都不多啊。完了，我看出这个庄主死定了。看来又到我们出手的机会了啊！哎，我们现在有种这个鸣人和佐助的感觉啊，这个我们找回二师兄啊！我说二师兄，快把剑还人家！哎，他说原来是你啊！他说他荆棘想借就借，想还就还啊，用不着你教我。我说师父为了你家魔教的事啊，气得旧病复发了，还是快些回头啊，不要再犯错了。啊，就说你不用让我教他，我说除非你把这个剑还给他，不然怎么想和他打，只怕我没这个能耐，简直就是搞笑加作死啊！来吧，啊，我们就用这个清明剑法弄死他啊，让他过清明我们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小闪电啊，掉了他一丝血啊，感觉非常带劲啊！揍你，电死你！感觉这个动画效果挺帅的，还是威力一般呀。哎，我再试试别的招数怎么样？这怎么感觉威力又不一般了，又挺厉害的了。哎，我们再试试这个，对，我还有个这个技术没用啊，我们腿儿啊，火腿啊，绊他，我们飞铲他啊，
这荆棘居然不会假摔啊，害死他。宗爹宗爹啊，太弱了他啊。啊，好吧，这个太弱了啊，我们还是这个用这个剑吧啊，用剑吧啊，就用他的剑砍他啊，不是用剑，用刀，用刀错了啊，这个剑已经差不多了，砍死你啊！啊，我们用逍遥派的这个技能来清理门户。哎，我的技术跟他是不是一样啊？他是不是也用了逍遥刀法啊？啊，为什么他这个动作比我帅多了？你看又来这套，下次不用下次，有本事这次再打呀！啊，就是他，赶快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萧骨的东方未明啊！啊，我别说参加这个武林大会啊，他说他一定去啊，他一定去。哎，我现在真是觉得这个武林啊都太弱了啊！这个武林里边的这些这个侠士，这么多这个精心于这个剑法，又是刀法，各种法，又是这个武器，又是很厉害的，居然硬生生打不过我一个做饭的，这简直就是这个没道理啊！来吧，哎，啊，这也是个赝品嘛，这个也上不去啊，这也是个假的，用不着假的建筑物晃我啊！好，我们跟着路走吧啊！这也有一个小，不会又晃我吧？嘿，还真晃我！你说这弄条路，弄个建筑物就让我进不去，啥意思啊？哎，得，我们存个档吧。哎，我记得还有个天山派的啊，在哪里啊？虽然都是些小角色，但是咱还是。多少了，是不是要这个跟人家套套近乎啊？哎呀，咱就又到这门了，这个那个派别上哪去了？哎，这个地方好了，有个地方能进去啊。果然又是靠门啊，我们住啊。看来下面是没地方去了，那么往左边这个上面部分啊走一走。呀嗨，这要过不去啊！哎，要是再找不着了，咱就不找他了，这是好蛋疼啊！那这个是这个竹衣这个怪衣那个地方啊，在哪儿呀？哎，这不对，这是青城啊，这我知道。这你甭想再晃我了，算了啊，我不找了，我们去这个乐山啊，凌云窟去找个刀剑合一去啊，先干正事啊。去找咱的这个私家游艇啊，咱的这个私家的游轮啊，我们有一艘啊，不是这个啊，就是游轮啊，就是游轮啊。这个人现在就给我们干活了，基本上算是啊。走啊，带妹子出去兜风啊，上我们这个游轮。我现在这一组我都是有点这个心惊胆战呢，我这就跟老怕走错了。这会儿路真是绕啊。说他俩就非得跑到这个凌云窟去练啊，就不能再找个房间是吧，开个房间，这两个男人就练练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在炕头上练一练啊，说不定他就这个找着这个诀窍了啊，怎么合一是吧？想要合一啊，你必须这个身心啊皆要合起来啊，你们这么练是肯定没戏的，让我来帮帮你们吧。
说实在的，我他俩站在一块儿，我老有种用棍子抽他们俩的冲动啊，说是往他们脸上，就想揍他们。哎呀，这轱辘我就掐了吧，这轱辘就没什么看的了，这轱辘就是我一直拿着刀砍他们啊，当然把我这个刀法和这个剑法砍到这个多少数值啊就可以了，应该说没什么大难度了。那么行，那么咱就先做到这儿了啊，那么大家一会儿稍等。哎，好，同志们啊，我回来了啊，这个也是至少得整了20分钟了啊，这两个大傻子啊简直就是弱爆了啊，这我这个刀剑功夫啊都比他们强了，我觉着啊，这个结果这个这两个人啊还是没点通啊，这是我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啊，他俩才终于了这个开窍了啊，终于悟出了这个刀剑合并。这两个人就是一直叫我抽啊，一直叫我抽。他说他8月25哈一定到啊，一定到。哎呀，而且还要将这个其中的奥妙啊传给这个下面的弟子。啊，就是后会有期了啊，后会有期了。这两个人说没就没了啊，也不跟我们走一块儿啊。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去这个，天山啊，再去把最后那个小派别这个搞定，啊，刚才呢，我也是这个抽空啊，去这个看了一下这个大地图的这个，就是这个别人写的这个地图的这个介绍啊，告诉哪个地方就哪个地方啊，这时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迷路了啊，啊，早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，我就先看看了啊，是省着让自己这个各种出丑啊，啊，果然是，哎呀，果然出门还是有地图啊。啊，天山应该就是在这个最右上角，左上角，而且呢，也是看了几个这个，就刚才我说进不去的那些地方啊，有几个地方呢是这个，我也是这个看到了啊，这个就是，它是咱正派进不去啊，咱正派进不去，玩反派的话会能进去这个地方，还有几个地方呢，就是，也是不能说是这个空着了吧，确实是，你比如说咱之前和这个大师兄去这个阴山啊。什么黑风寨啊，是吧？这个阴山里边也有啊，所以现在上不去了啊。做了还是比较逼真啊。这么说的话，其实应该说还是做的比较细腻的啊。就是所有这个出现过的场景啊，在大地方都有啊，只不过是咱现在去不了了就是了。好了，那么咱再去一趟天山啊，应该是就没什么正事了啊。啊，咱就可以去这个干一件啊很有意思的事了啊，去赌这个江大侠。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啊，那个咱要是赌不着的话也会这个走向另一个结局啊，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说。哦对啊，咱这个一看有没有出空啊，顺便路过城市去找这个徐子一啊，徐兄啊，看看咱的武林排名啊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看头了啊，我觉得现在他要是再敢说我61的话啊，我真是当场我就要掐死他啊，掐死他啊，有种你就再说我61。哎，等我们就去成都看看吧。成都也应该他也有他的这个分身啊，他是哪个城市只要是茶馆就有他的这个分身啊，这应该也有吧。哎，管有啊，这家伙这个就是这跟这个什么似的啊，跟这个漩涡鸣人似的啊，整个分身啊，排名。哎，怎么点不上啊？第二，谁还比我强？有人比我强不是？等着，换上咱的这个高级货啊！啊，这个他就是咱没拿好武器，他就这个。你看我第几啊？第一，对不对？这立刻变第一啊！谁敢不服啊？啊，我不喝茶了啊！虽然这个地方茶都没喝过。哎，对，得问他大事吧？看他这次说什么大事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啊？没有这个事啊，这你这个消息太滞后了啊，这一年前你就跟我说这个啊，现在我们终于成了这个第一了啊，我们从61立刻变成了第一啊，这是一种非常这个质的飞跃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怎么走啊？啊，应该是先从那边上去啊，反正我照往左上角跑就没错啊。啊，我们就能到这个天山了。哎，就这儿，哎，果然是天山。哎，这人都不能对话啊，这门派也太磕碜了吧啊！就这么两座小房子啊，
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呢大家已经认识了吧，啊，就是这个原来跟这个卓掌门啊有一腿的那个女的啊，这个呢就是他这个卓掌门的这个亲生骨肉啊。啊，他说给我说声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我说不用谢啊，不用谢啊，你知道怎么报答我吗？啊，这个呢，这个男的就比较悲剧了，这个是另一个头上比较绿的一个男人啊。啊，他说这个小女啊得以平安归来，其实这个女的根本就不是他的孩子啊，这个啊，你看长得这个样就很像个千斤顶是吧？啊，我们这时候果断应该送他一件礼物啊，送他一个帽子啊，给他一个帽子戏法。哎，好像他们也没说参加这个武林大会的事啊，好像白来了，怎么感觉？啊，没注意他刚才说什么，光说好像是谢谢我，什么小女能不能回来啊？哎，得，咱不管他了啊，咱们要去干一件很猥琐的事情啊，也不能说很猥琐吧，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哎，我们来洛阳城，这应该是洛阳城吧？啊，就是这儿。我记得应该是就在这儿晃就行了啊，这怎么晃？啊，应该是这样吧。预定期率呢就会遇上这个问，哎呀我们进城了。哎，得这块呢我还是掐了吧，因为谁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晃过来是吧。咱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。哎呦看，大家看表，刚出 bug 了，刚才我居然在这个大题上用了那个人的这个模型啊，就这个大人物的模型啊，是出 bug 了。行，我这块掐了吧啊，那么大家稍等。哎，好的，哎，我们约好了啊，这个就在这个门口晃悠晃悠啊，就约好了这个天龙教的这些人。哎，那咱就不费事了啊，这些货啊，这个这么多人最适合咱们了啊。哎，清一色的这个全部暗部的啊。你别说他们这个攻击范围都挺远的。哎，他们打这个不会动的啊。看我来个暴走啊，暴走啊！哎，暴走啊，七杀啊！好，已经暴走了啊，又得暴两次啊！啊，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出现啊，一般都是五杀完了人家买活送啊，买活送。哎，这是我们发一封信函啊，他说看上面写什么东西啊，搞不好重要的事儿，偷看别人的隐私不合适吧啊？哎，他说既然有这么毒辣的阴谋，我说师兄上面写了啥？啊，他说上面啊，这看来是某人这个写给天龙教的教主龙王的信啊，上面写了这个龙王啊交办的事他会去办理，也请龙王啊不要忘记他的承诺。他说交办的什么事呢？他说让此人啊在华山埋下炸药，炸死参加那个武林大会的人士。啊，我说可恶啊，这事谁做得出来啊？他到底是谁啊？咱都知道谁了，肯定是江大侠了，对吧？啊，他推算呢，也就是这个西门玄啊、关长虹，还有这个江天雄。啊，我说这个还需要求证啊，咱们又不能打草惊蛇。啊，我们去这个不动声色的把他们那个笔记弄来啊，就知道是谁了。啊，得就这么办。哎，咱们再去弄他的这个笔记啊，弄这个笔记。我记得先是这个，先去找这个一个一个来吧啊！我记得江天雄啊，好像是这个是捐过款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暗恋过这个香庙店，哎，完了，香庙店的老板啊，反正各有，还有一个是拿这个字帖换啊，应该是，但是具体怎么整我也忘了啊，但是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弄的啊，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啊，我们先去找这个长虹镖局吧啊，长虹镖局。啊，我们也顺便通知一下他这个武林大会的事啊，啊也得通知一下他们。啊，再点上。哎，我说这个关总镖头啊，最喜欢这个王羲之的字帖了啊，我这得到一个啊，不知道客户请这个总镖头这个过目啊，看是不是真货。他说啊，这的确是这个王羲之的真迹啊，说快拿笔来啊，他在这个临摹一幅啊，这个忍不住的手痒。哎，他整了一个啊，啊，说我们也是赶快刷啊，果然是啊，这个关长虹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关
雕图啊，这个刀法厉害，这个书法也很厉害啊，他就送给咱了。这时候呢，咱就找到他的这个笔记了。这个我们再去找这个西门玄啊，这个应该是不会出问题了，因为他是这个刚刚咱帮他了，对吧？啊，他应该是不会想出这么阴险的招数的啊。呀，我知道了啊，他就是这个暗恋那个老板娘了，我想起来了啊，就他了。那我记得得打听哪个人才知道他这个暗恋那个谁的这个事啊，得问哪个人。等吧，我们先溜达溜达啊，溜达溜达啊，反正记不住了咱就出去查一查啊，查一查，不耽误大家时间。我们这又能看见徐子义啊，哪都有徐子义啊。好像是是不是就是哪个酒楼啊？咱找找啊，酒楼啊，应该是酒楼，我们去酒楼看看啊，不是酒楼就是饭店，反正这种听消息的事估计就这俩地方。你要是不是的话啊，那就出去溜达溜达了啊。我们先去酒楼。酒楼好像就二楼有人吧。呀，这酒楼怎么也没人了？这生意很冷清啊！这当年的时候都是热火朝天了，这现在饭店酒店全都没人了。那不好，饭店也不是啊，饭店那个地方我记得也是没人，难道现在会有人吗？难道是白马寺？啊，白马寺反正应该是有啊，可以这个听说捐钱的事啊。咱挨个看看，挨个看看。哎，果然这儿没人啊。啊，这个啊，他倒是提醒咱这个什么了，提醒咱这个关老爷子喜欢这个王羲之这个书法的事啊，啊，那也算是告诉咱一点这个消息了。那我先去白马寺再看看吧，啊，就看看捐钱这个事啊，再一会儿再回来找这个西门玄。啊，这个家伙老会说东方兄有什么事啊，有事你也干不了啊。小孩，这有红虫啊，这还有个小任务啊，又看来是啊，但咱就不完成了。好，现在上去找那个大光头啊。啊，他说祖安说的啊，他说是个修整啊，说是不是愿不愿意捐一些香油钱啊？我说我就捐一些吧。他说只要肯捐钱的人啊，他们都会让他签个名。哎，我说你这现在这个所有的经费都已经有着落了吗？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小额捐款还是很踊跃的，但是大额的就很少啊，所以说至今还没成功。我说这样，我想到一个大善人啊，大善人，这个大善人呢，就是这个姜大侠嘛啊，善人啊，是善了的人。哎，我们去找这个姜大侠啊，姜大侠。这八卦门吗？为什么八卦门和姜大侠处在一块儿？啊，果然不是好人啊！哎，这你看这两人，哼啊，在那哼，啊，很嚣张啊！啊，你看他还在这装样啊，早就给我们翻脸了，还在这闲职啊，闲职。啊，我们说这个白马经费的事啊，他说这样是没问题啊，这个忙他一定帮。啊，让他签个名。我们又把他这个笔记搞到手了，啊，他肯定想象不到我们是搁这耍阴招的啊。我们看现在就剩这个，就这个香火铺的老板娘的事了啊。啊，果然是不行，那我出去先看一下到底是触发哪个条件啊，大家稍等。哎，好，回来了啊。是找那个还是他们门派的人啊？忘了。走，哎，就是找这个西门玄这个他们的弟子啊，他们弟子知道啊，知道他是个师傅的以前那个啊丑事啊。哎，话说这个，
话说这个那个他老婆呢、为什么大侠都没有老婆呢？无论是这个绝刀门的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天剑门的啊，都没有老婆啊，都是这个单身男带个孩子。哎呀，我看他们俩这个凑合凑合过日子得了啊，就这俩。好啊，这这个事儿呢也出发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三个人的这个所有人的笔记啊。这样我们只要再比对一下呢，就是到这个大善就是这个大坏人啊，就是这个江大侠了。其实要我说，直接拿棍子上揍他就行了，绝对没什么跑这个。啊，把这个青书也给偷走了，我们又强行传送回萧谷了。啊，这时候呢说这是詹天雄的字迹，这是这个关昌红的，这是西门玄的，啊，这是密函的，啊，这明明这就是三种字体嘛。啊，这一看就是这个江天雄的啊。我说这个人野心极大啊，区区一个大侠的凤凰怎么可能满足他呢？那我们说，我们要等到这个武林大会上揭发他哈，让来个人赃俱获。我们说好，妥，就这么办啊。这时候呢，应该是完事儿了啊，完事儿了。那么咱现在就是强行等到九月初九啊，强行等到九月初九出发时间就行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存个档，然后呢，找个地儿睡觉行了啊。应该是没什么，一口气睡到九月初九就应该熬了吧。好吧，我们找地儿睡觉去啊。就去洛阳吧啊，反正现在没什么要完成的东西了，上也都是些这个小琐事了。那么咱们就到洛阳，然后这轱辘掐了，咱们就是坐等九月初九啊。好吧，我现在就掐了吧啊。那么大家稍等。哎呀，我差点就神座了，差点就神座了。哎，这走两步啊，漏事了，想起来了，这确实是想起来漏事了啊。这个还有8月25这个魔教的事啊，这个会那个攻打这个刀剑门啊。咱还得这个帮他这个抵御啊，要不然的话他这个他挡不住啊。别看他练出这个刀剑合并了啊，这个白瞎啊，他真是就是咱不去帮忙，他还是要被这个突突了啊，还是要突突了。所以说咱们呢就现在到8月25就得停回来啊，就得去先帮他们这个处理了这个魔教的围攻，他太弱了啊，这个白整给他整了这个各种神功啊。结果还是打不过啊，打不过啊。最早玩的时候，我以为就是他们确实是自己能顶住了啊，就也是没帮他们。结果后来事实证明呢，他们还是这个挂了啊，挂了。啊，那好吧，那这儿就结了吧。那么等大家到8月25吧，那么大家稍等啊。哎，好，回来了啊，我们已经睡到8月25了啊。啊，这突然发现啊，前面干的太快了也不好啊，这个后面净剩睡觉了。但是这样呢是最这个紧凑也是最节约时间的这个打法啊，比较这样啊，特别是要想学那个霸王剑法是吧，你咱就得这么干。走，咱们现在呢先去这个天剑门啊。你发现哎人怎么都没了啊，今天非常特殊啊，人没了啊。其实在这个屋里呢非得让他们吃这个唯我独命丸啊，他说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我说前辈啊，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啊，这个我要不来的话他们就黄了啊，确实是黄了啊。所以说这个咱根本就不是助他一臂之力啊，根本就是来救他们的。你看哇，他们这个攻击范围是不是有点远的过分了啊，这儿能打到这儿，他这而且是拿个小刀刮的，他怎么能刮这么远，这不科学啊。哎，我们祭文怎么就剩一个了？耶，我们那个祭文呢？难道被打死了吗？啊，又爆毒了，又爆毒了！他这我院全都玩毒啊！完了，杀死头入 K 人头。
其实根本不是这个他们的功夫长了，是咱的功夫太厉害了啊。好，那么咱现在再赶快立刻赶去成都啊，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啊，咱要去晚了成都就被平了。你说这两帮废物啊，简直就是废物。你说这还成立个门派到底有什么用啊，有什么用？成立这么个门派硬是打不过咱一个人啊，是吧？一个前辈练了十几年的武功，硬是不如咱五年打猎啊，是吧？这个挖矿啊，这个实力强，硬是不如咱一个厨子厉害啊。这些人是到底是干什么干啥用的？好，我们迅速往成都跑。哎啊，在上面，在上面啊，这剧组歪歪了，啊，快去找这个绝刀门啊！咱这是到处是个平事，哎。我挂了吧，啊，来吧，啊，你看他们也没人了啊，也都在屋里站着呢。这里面好像又能碰见荆棘是吧？啊，没有啊，这个没有。哎，又看到这个美女了，大家非常喜欢看的这个夜叉啊，啊，夜叉妹。啊，来吧，我们又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啊，后期我所以说嘛，你看还是用琴说话，不用对棍啊，你这对棍抽多少棍子？这次这个夜叉终于是知道抱团了，不是不单干了啊！以前他都在什么这个，你们一起上啊，你们一起上啊，结果就是被搞了，啊，又冒走了。没爆死，刚才应该是杀了四个，完了，我的人头啊！哎，这会儿换个别的武器，这个我看咱有什么没玩过了啊？感觉也没什么没玩过了啊！这个该使过的都使过了，哇塞！感觉台词都一样啊！比如说小兄弟多谢你帮忙啊，啊，这会儿我们是真是应该是可以这个怒睡到九月初九了啊，应该是可以怒睡到九月初九了啊，那不得吧啊，我们自己浪费时间吧啊，那么大家稍等，哎，好，那我回来了啊，这个我们已经睡到了要开这个武林大会的时间了，就是睡到了咱逍遥谷了啊，这时候终于来了啊，你看来的人相当多啊，这证明咱招的人多啊，这时候这个少林方丈呢在中间说话了啊，他居然站在中间啊，明明是咱聚起的人啊，他居然在这上面当带头大哥，太不像样了啊，这时候大家都说啊，杀了个屁滚尿流的啊，啊，方丈说得好啊，这都什么角色啊，你都什么时候冒出来的都啊，啊，各位静一静啊，说既然大家都同意攻打魔教的地方呢，现在需要选出一个武林盟主啊这个推举武林盟主啊，这时候呢，这个都说了啊，他认为这个少林方丈啊，德高望重，是最适合武林盟主的人选啊。啊，他说不行啊，我年事太高了啊，精神和气力都比不上那些年轻人。啊，应该选一个这个比他好的人来啊。那就是说武当派啊，这不长眼事的啊。啊，这时候说，哼啊，我天山派的就推荐丐帮的啊，龙帮主。啊，这个家伙他不开心啊，他一提武当派他就不开心啊，他就想起了他那顶帽子。啊，这还有推荐这个总镖头的啊，啊，他还有这个推荐铸剑仙庄主的，你们行不行啊？看见这个关键了没有啊？这个谁看这个走狗啊，管他推荐江天雄啊，啊，他这装样啊，不啊，心里其实想来，好好救我吧。啊，这时候呢，有个哎明眼的人来了啊，这个他天剑门的这个西门玄啊，是推荐萧谷的这个东方未名少侠啊，哎，我说哎呀，这不就我吗？啊，但他很惊讶啊，
啊，这是这个夏侯哥啊，也是国内出战出来说啊，啊，这个东方少侠可以可以啊，啊，这我们师兄一想，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师弟这么受欢迎啊，啊，这你看这个唐门了，就看他不爽，就开始唱反调了啊，他说又不是儿戏，怎么可以找个年轻小伙来当人啊？啊，他也推荐姜大侠，啊，这个人战神说啊，为什么年纪轻就不能当盟主啊？是吧？当年的小虾米前辈也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盟主了。啊，你这两个坏人啊，就是非想让这个姜大侠当，这是谁啊？啊，他所以说他们见看大家意见这么多呢，还是建议啊，这个按照以往的惯例来比武吧。啊，那你们都完了啊！啊，他这个人使坏说啊，他不过建议先用年轻人打，因为他们这个劲儿多是吧？也算是对年长者的尊敬啊。啊，我要是这时候是东方未明的话，我就喊了，我说来吧。我说你们一起上吧，别费事了啊！一起上打我一个，能打赢了我就不当了啊，是吧？咱这跳轮战，哇，这么远都反击啊！好啊，为了展示我们的技术啊，他们玩什么我们玩什么，他们玩暗器我们就暗器打他们，这你说都能服众是吧？啊，以德服人啊！啊，我们俩一块转，看谁能转过谁。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转完还有个空翻啊，这是转体啊，你看他没有啊，他只有转体。但是转体1080度加后空翻，360度后空翻，难度系数这个10.0啊，10.0。你看他这个后空翻，非常帅气啊，非常帅气。哎，你这人有点赖啊，怎么还吃药啊？你打不过就打不过吧，还吃药？吃药你也不行啊！你看你这暗器玩的，还不如我这个做菜的。我是下象棋学的啊，他是专门学的，他打不过我，他不过我一下打两下挺赖的啊，就是一打一下他也赢不了我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这属于玩什么了，我看啊，他玩什么咱就用什么打啊，咱是以刀服人啊，拿刀是吧，拿剑啊，剑是吧，应该是剑吧，好吧，啊，那就当你是剑了啊，对，他挺剑，我们还是上咱的太虚剑，然后呢用剑圣的剑法，不是剑吧？估计是刀吧。反正我感觉他就是像刀啊，哎，管他，我们当他是剑吧。好，真是刀啊！那不要紧，那刀剑一块抽啊。啊，大家看，我现在这个学好刀法，这是我也是拿个刀剑门练了。咱现在这个学好刀法，一样砍出去很疼啊。你看一下多疼！哎，这些人，我真是觉得有点过分了，你们真是有点过分了。花木棍，拿棍抽他，这木棍的威力实在太丧心病狂了，木棍都抽这么多血。啊，这是他吃药啊，他耍赖，所以说我赶快把他抽死了。来吧，啊，这也是刀法了，我们继续装备刀吧。我刀咱实在是这个。技能太爽了，就会一个逍遥刀法，霸气！不过你看咱这个逍遥刀法，现在确实是比较可以看了。四刀已经是这个大半管了。啊，咱现在这个动作也有点像荆棘的那个技能了啊。荆棘他可能就最后有爆炸性，因为他还拿了把剑啊，但是刀剑双持啊，但是只有刀啊。我也说了嘛，那个刀剑门找这个刀剑合并，应该完全是应该就是找那个谁啊，找那个荆棘嘛，这才是真正的刀剑合并的高手啊，何须找咱呢？来吧，铸剑山庄了，知道你玩剑啊，特别换个剑给你砍。哎，他换招了，他居然不用那个什么毒龙钻了。你不会也吃药吧？哎，你们能不能把药留在关键的时候？你说跟我比武，跟个年轻人比武，还不听着吃药，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啊！这是嘴上说的不想当盟主啊，个个都想当盟主。好了啊，这个就消死了。
啊，这江天雄好像是玩掌了是吧？好，咱也不欺负你啊，用掌法呸你，啊，就用这个水浒英雄掌啊，这个掌法不错，这个掌法非常帅啊。哎，这怎么变成这个样了？这难道是因为这个2.0的问题吧？2.0的动画差这么多。就我记得这个砖是在这个地上憋了好多坡啊，一波一波的上。咱俩再对一推吧啊！不如你。我这个力是这么底儿啊！这个水浒英雄掌，这何年何月能把它推出来？好还不如反击掉的血多啊！这我也没有别的好的掌法了。关键这个特效不帅了，让我很失望啊！得，我们还是换棍子抽他吧，意思意思得了。然后知道他不是咱对手就可以了。你说打不过换棍子的冲动啊，打不过，然后不当你掏出一条棍子把他抡死了。我们意思意思，知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各个功夫都很厉害就行了啊。这是谁呀？这是这个啊卓掌门啊，这玩剑了，咱也可以这个。啊，得了，我们还是直接上最厉害的武器吧啊！咱已经展示过咱的剑法，咱也没必要给他们展示啊，每个人都展示了。哎，我的擎天棍啊，很久没爆发这样的威力了啊，很久没爆发了，让你们感受一下。啊，这正好也是玩棍儿的啊，这是。那咱就不犯规了。啊，根本没有人能顶住咱一回合。他要拿着擎天棍放这个醉棍的话，一回合去躺。而且咱还没这个武这个威力还没算最大啊！如果最大的话，那他们就更是挡不住了啊！就是最大的话，就是有一个鉴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喝酒。然后再加上咱棍法是满，然后如果说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再加。咱棍法现在才50啊，现在才50，差多少？离100还很远很远的。完了啊，全都叫我平了。他居然连我老大都不是东方朔侠的对手啊！要不说，哎呀，我这就当武林盟主了啊！让我跟你们说几句话跟大家，是吧？啊，吃好喝好啊！啊，咱这一憋还说了挺多啊！啊，他说不知东方少侠要选择哪一天动手啊？我说这个择日不是撞日啊！既然大伙现在就在这儿，不如咱现在就打上去啊！他说好啊！啊，咱们这就出发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说来，东方盟主切慢啊！我说江大侠有何意义啊？啊，他有意义啊！而要有个好计划啊，如果匆忙行事以免有错失啊。这时候我说，哎，他为什么要阻挠呢？啊，突然想起来，对，那封信。我说江大侠啊，晚辈有一事想要请教你啊。他说盟主有何事啊？这个有何事要问啊？我说我在洛阳城外啊，拦截到一个魔教的教徒啊，他身上有一封信函。啊，咳咳一咳嗽啊，啊，唰唰唰跳下来这个人，然后还没跳下来就叫咱一个飞镖给打中了啊。啊，他说天龙教的朋友现身吧，事情败露了。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啊。如果说咱这个没发现他这个阴谋的话，就会爆炸。爆炸的话呢，就会少一很多人替他跟咱打仗啊。虽然也不是很影响，反正咱能打得过。啊，这时候看到没有，这个卧底啊，我说江天雄呢，就是这个卧底，而且他在山上埋了炸药啊，他炸弹人嘛，他是。啊，这什么魔教啊？什么天龙教势力如日中天啊？其实你们这蝼蚁可以挡得了的。哎，这出现龙王了，这是龙王。啊，来吧，这是开始混战了。那么咱还老样子，换上咱的这个钢琴啊，钢琴演奏啊。你看这看给这是哎，这黄觉还没死啊，不是关起来了吗？这个是八卦门的这个二师兄啊，这是唐门的冠希哥，这个是这个玄明子啊，这个是江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物啊。这是青铜派的啊，青铜派的掌门。
就是那个拿着酒瓶的那个画家啊。这个应该是这个武当派的这个就是那个卓帮主的那个师弟啊，应该是清的非常快啊。就我在这一拿琴，他们就等着躺啊。我是可治疗、可加工、可加防了，什么都可以干。一会儿我加个工再试试啊，再试试。啊？他怎么会这招了？是不是男的招数？又转又转。哇，这还倒挂金钩啊！啊，我给大家再看看这个美女的这个头像啊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弹一首这个加工的啊。给他们加了攻击力，好像也没怎么加强嘛。没用啊，感觉加了这个也没什么感觉啊，还是看我。啊，又吃药又吃药。你看他老婆吃药了吧，他药没了，他吃过了。哇，这人身上都带着药啊。啊，你看他们这三人都吃药了啊，他没药。这就说啊，这没事不要乱吃药是吧，你该吃药的时候吃药啊，你为了这个跟我抢个武林盟主，你吃什么药啊你啊。呀，我没放招他怎么就喊了。啊，真的咱的师傅英雄长叫他学会了。我这个人有点假吧，他吃两个药了。然后先把这个砍死了，省得那个又吃药。这个喝带了不少药啊。哎呦，这人真是不熟啊！砍、啊，这是这个白夜叉啊，这是当时这个阴山的那个人，他们基本上反派都来了啊。这反派就加入这个魔教了吗？哎，这个不是也抓起来了吗？就感觉都出来了啊！哎，果然这家伙一直往这玩毒啊！呀，我还中毒了。哇，又吃药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也吃个药啊。我们这个反正这么多药，不吃也白不吃啊。啊，说吃个啥？吃这个千锤百炼丹吧。啊，顶满。来这么多药，不吃也白不吃了，那也没必要这个太客气了。把他强行攻打这个武林盟主啊，砍死他！哎呦，战斗太多了，这我掐了，不给大家播了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哎，好，回来了啊！这个终于是算是大结局了，把所有人全部干掉了啊！这个打了大概是六场还是七场了，没注意，反正是不少场啊！最后把这个龙王也是消灭了，反正都是群殴，也没什么对话啊，我也没给大家录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也是终于消灭了这些人啊，回到了这个逍遥谷。这时候我们的师傅呢，这夸奖我们俩说啊，你们俩做得很好啊，武林终于这个获得太平了。然后呢，他打算立我为这个逍遥派的新人掌门啊，这个发扬他们逍遥派的精神啊，你可愿意吗？
这是让我一个可以遵命啊，另一个呢是让大师兄当啊。我感觉呢我已经当武林盟主了，而且我这个生性啊喜欢这个到处游玩，所以说呢我觉得让大师兄去当这个虚妖谷的这个掌门比较好啊，咱们要成为一代传奇。他说啊，看来啊你果然也是和为师一样想想轻浮了吧。好，那他在此呢就决定啊，这个让古月轩呢成为他们虚妖派的新任掌门。我说怎么那么快啊，变速使是吧，管大家稍等。哎，好，回来了啊！这时候这个虚兄也是来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是进入了结局的画面啊，啊，大家可以看看这是写的东西啊，啊，我推辞了这个掌门以后啊，就离开了萧谷啊，云游四方啊，就开始玩开了啊，这个到处玩，啊，到处呢都是关于我的这个传闻啊，哎，成为一代大侠。啊，这时候呢也是根据你之前玩的这个状态啊，它会给你不同的这个结局。啊，这应该就是说我这个弹音乐弹得好啊，就会有这样的记录。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啊，自己看一下，就是说咱这个音乐弹得好啊，弹得好。这是说咱下棋下得好啊，下棋下得好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咱跟死神下棋啊，说赢一盘呢就是寿命多一年，然后呢这个啊，我和这个似乎赢了120盘啊，就是我这看来是老不死了啊。这个而且我这个书法也很厉害啊，这也有介绍啊，这儿。啊，大家愿意看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啊，就说我们这个书法也很好，各种介绍说咱以后的事儿啊，这画画也很好啊，很有意思啊，这写的东西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。这是护士妹子啊，这咱说咱的医术的方面了啊，这医术好，咱只要是这个达到100的应该都有这个结局啊，但是鉴定，哎，鉴定咱没达到100啊。啊，这是打猎啊，这称号都有啊，这是钓鱼啊，这个结尾音乐挺好听的啊啊，这是大家愿意看的话就自己看吧啊，这是养花，这穿的挺风骚了啊啊，这是喝酒啊，喝酒啊，这是咱的主厨啊，这新东方学院啊，开了啊，就食神快炒啊，开了个快餐店啊，他说他吃素的呵呵啊，这个是个后宫图啊，这个可惜了啊，少了一个妹子啊，少了一个任清泉，要不然的话就应该是全齐了啊，少了一个啊，这个图上好像是少了，这个是蓝条，这个是史燕，这个是纪文，这个是齐丽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沈湘云啊，少了一个啊，少了一个，可惜了啊！哎，那个确实是 bug 了啊，那个确实是这个游戏的 bug。据说是他和这个沈湘云啊是相冲突了啊。哎，这是沈湘云了啊，怎么穿个红肚兜了该？哎，你别说这里面好看啊，他又成最好看了啊！啊，那个刚才呢，那是个游戏啊，它这个最后结束了啊，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是窗户化啊，它就好像出了点问题，一下这个游戏它就自动给关掉了啊，所以说咱就没录上结尾。这里呢我也是给大家重新的这个补一个结尾啊。那么武林奇侠传这款游戏呢，咱是做到这儿啊，也是终于算是把这个正牌的结局这个给做完了啊，也是有这个15-16个小时的时长了啊，我玩的时间就更长了。也是感谢大家呢长久以来一直这个陪伴，而至于其他的这个结局天王路线和邪派路线呢，我可能会抽时间去做啊，但是不一定啊，因为我毕竟也是要拿出时间去忙一忙这个大号的事啊，就做这个别的视频了。咱这个实况呢可能会暂时的停更几天啊，当然也可能不会太久啊，可能就一天吧啊，就会有其他的节目给顶上来啊，就会录别的东西了啊，具体我还没想好啊，反正咱我录视频呢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定性啊，说怎么录就怎么录啊，完全的也是很随性的。那好吧，那么咱们呢也是这个到这儿呢就彻底结束了啊，还是老样子呢，感谢一下大家的观看啊，这个有硬币的话就可以硬币支持支持啊，没有硬币的话也不要紧啊，周边点零食店的话能看一看就去看一看。那么咱们下期呢我也是研究研究到底做什么视频。目前呢我觉得可能打算呢是这个说一下啊，这个、可能是周六的时候啊和这个 Sin 啊一起做这个直播实况，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会是晚上8点到10点啊，这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。啊，到时候呢也是会和我这个实况一样，也是录点小游戏啊，就是我们两个一块吐槽一块聊啊，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到可以到时候是关注我们俩的微博啊，我们到时候会发布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直播房间啊。那么行啊，那么就到这儿了啊，那么是就
到此啊，别过了，跟大家。那么好，我们下次呢再见啊，好吧，大家拜拜。